个1元薯饼。你没听错，一块薯饼只要1块钱。素食业者推出天气预报 App， 结合优惠活动，让不少精明的网友脑筋动得超快。大杯饮料加上3个汉堡只要60元，网友使用 APP 优惠精打细算，照片 PO 上网，让不少网友好奇到底是怎么办到的。业者表示，该名网友应该是使用了3张优惠券，分别买到2个10元汉堡，加上买饮料送汉堡40元的优惠，才会只要60元。那基本上你随时随地你都可以看到资讯，用 APP 的话其实就是一目了然。对，而且它如果有线上购买就是会更快，就是也会刺激人的购买欲望。实际搜寻，其实类似的优惠还真不少。完成任务累积点数，不管是超商礼券还是虚宝点数，通通都可以兑换。连北市府也推出专属 APP， 扫条码缴停车费就可以有95折的优惠。不过有些 APP 游戏规则复杂，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。那个要去哪个餐厅，然后我可能发现说，哎，它有什么勾妈鸡的什么什么，我才可能会去下载，然后下载完之后可能就删掉。对，然后它就是可以每天出任务，然后就可以换 LINE 的那个贴图。那个我朋友在用，但是我个人就很懒。现代人人手一机，手机滑个不停，现在还可以滑出省钱妙计。记者陈子芬、万千华台北报道。